感恩师父，感恩卢台长，今天也是有缘呢，是我先生告诉我你今天肯定能够那个让抽到，你先生厉害啊，真的是这样子，所以先生怎么这么厉害啊，我也觉得他挺厉害的。他是什么台长啊？我相信呢，这是缘分呢。我以前也没接触过，就是我就看了一些这些YouTube 看了一些， YouTube, 我也就好奇，在想说问什么，我说我没想好啊，我说，我最后一个吧。那么那最后还是最爱的是孩子吧。我就看看孩子的身体啊和学习啊和未来。我就告诉你啊，就你这个人啊，我就讲你几句吧，先讲你几句吧。好，你这个人呢、啊，我告诉你，年轻的时候运程好，年纪大的时候运程就走差了，听得懂吗？而且你要特别当心啊，你内心和外心都是不一样的，你内心非常啊忧虑啊孤独啊，但是你外表呢是给人家一种啊非常阳光。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学佛之后啊，要里外要一样啊，否则会伤你的内心的。对，没错的，我是应该 open 的啊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女人很能干，但是呢，要学会呢，慢慢的怎么样能够如理如法的做人。有时候不要伤害自己太深，为了别人伤害自己也不好啊。是啊，对不对呀？你这个人就是情愿为了别人伤害自己的人呢、啊。对不对呀？以后要学会放松了。对呀、啊，但是台长告诉你呢、人家对你好，你对人家好得不得了；人家对你不好，你表面上哎呀没关系了，我心里也生气了。听得懂吗？嘿嘿，我全知道，明白了吗？看看你孩子吧，赶快讲吧。我孩子是2008年属鼠的，现在10岁。2008年属老鼠是吧？啊。男的女的？男孩。还可以啊。他挺聪明也。很聪明啊，没什么问题啊。就是我告诉你，就是贪玩呀、是的。非常贪玩，喜欢玩游戏啊。玩玩具啊。都喜欢。但是他学习还没落下来。没有。很好。那就好。你们家也没什么大问题。好吧。太谢谢了。就是你们家怎么有一个像壁炉一样的东西啊？在进大门呐、里边那个房间有一个像壁炉一样的一个洞啊，就贴在墙上，有没有东西啊？一进门是右边还右左边？左边。左边是一个窗户，它是一个窗户是吧？一个小窗户。是不是封掉的窗户啊？它是封掉的窗户，不可以开的。那这个要怎么做呢？怎么做？完全把它封掉。OK， 听得懂吗？好了，已经有鬼藏在里边了。对不起，已经有灵性藏在里边了。我就觉着嘛，是不是？现在知道了吗？回到家有冷飕飕的一个感觉。我感觉就是我浑身疼，有时候，所以呢，我先生还做了一个桑拿在楼下，我也没弄。你不敢下去，听得懂了吗？听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从这个窗户看一看。你们谁要是不相信台长，叫你们做个实验。谁说要不相信的？我告诉你，你把家里弄得漆黑一片，然后呢，把灯开一开，就不要日光灯啊，啪一下子，像这种灯啊一开，然后再关掉，再一开，再关掉，第三次到第五次的时候，等你把灯光一关掉，一个鬼影就在那里，你试试看。我就把它用个木板挡着就行了，还是怎么样？挡了，你就把它封掉，最好找个泥水匠把它封掉。对，它是那房子是彩色玻璃的，就是所以它听得懂了吗？当时没有觉得挺好看的。这个我现在看到的你，我刚刚看图腾是一个洞，这个洞里边很深，你表面上看没深，但是我看很深，就是一个鬼藏，那个灵性藏在里边。听得懂了吗？我信呢、我就觉得。所以你不信，你冲他多看几眼，你浑身就。哇！听得懂了吗？那我就把它封死就好。其他还有房子有什么不好的吗？我讲，你先生在不在这里啊？我先生今天没来。我应该带他来啊，不过他忙啊，他说他害怕。他没进来是吧？他说没有来。没进来是吧？没有没有。没进来，我讲给你听好吧？好的。你有身上有孩子，掉过孩子。哦，你说是我是吧？对，对我有，我老实一点我在我第一次婚姻的时候有过流产
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在你身上啊，把它念掉啊。在我身上是吧？你是没你们是没碰到高人呢、啊？台长，你们今天都看见了吧？所以我可能就是有时候也身体不是太好。对啦、OK， 那我怎么念呢？你怎么念？你问他们供修组啊，念小房子很重要的。OK， 明白了吗？还有啊，弄张山水画贴在，就算泥水匠把它封好之后，没封之前，先那张山水画先贴在那里。那个山水画贴在那里。贴在那个洞这里，先不要让它走进走出了，就把它封在、这个灵性封在里面。他只是有时候来，有时候走，并没在家里待着，是就在你家里待着。我挺听懂了吗？挺可怕的，非常可怕， okay， 你看不见， okay， 明白了吗？好了，还有要记住，跟你老公两个人要相敬如宾，你跟他讲话要少一点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命很硬的，他会被你克的，听得懂了吗？所以他不在我才敢讲，他在我就说他克你。那我很照顾他情绪的，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。Okay， 命中相克，并不是说你照顾他，你很爱。很多夫妻两个人好的不得了，梁山伯祝英台好的不得了，最后怪我了。命中相克，好不了一起的。那我身体没什么事吧？他身体没什么事。你就是妇科。妇科。妇科很不好的。那怎么办？你自己好好调节呀，吃点那个补的西洋参啊。菠菜啊都是补血的，对，我现在然后自己要念，大悲咒多一点，好，心经念21遍，大悲咒念49遍，我得记一下心经，好，他们会帮你记的，好吗？谢谢。你其实人很聪明，你是个才女，我只能讲到这里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曾经创造过很大的一个业绩。是的，反正是我也不觉着了，都是为别人了。都为别人吧，明白了吗？那我好了，乖一点了，好好念经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吧，那就是我就是有时睡眠不好，这个也得念，对吧？睡眠平时就是、睡眠不好啊，睡眠不好，你睡觉的时候啊，你拿个手啊，这个按着这个这地方，你按一下之前太阳穴，你这两个地方都是黑气，你把这个太阳穴这么按两下。好吗？好的，你就会好起来了。谢谢，我非常崇拜每一天，每一天要念，睡觉之前念7遍大悲咒。好的。灵性离你而去，你就很好睡觉了。好，谢谢。就是以后就是我希望就是平平安安。谢谢。人有时候平平安就是福气的。对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谢谢。好吧。